进来。您交代的事情我已经办妥了。好的。新秘书，我认为职场中最重要的是严肃，我不希望明天再看到所有女性化的东西。好，我明白了。总经理，现在天已经亮了，您要不先休息吧。你先回去吧，不用等我。是。我刚才回去全部作业。哼，我不希望你通宵加班，不希望你因为公司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健康。新秘书，你够了。一起下班嘛，如果总经理不休息，那我就不走了。总经理，不要逼我对女人动手。一起下班嘛。你别过来。哼，他现在看起来还算正常，应该不会再发生昨天的事情了吧。不行不行，为了以防万一，我还是少和他接触。总经理，这是您要的文件。这也能懂。今天一定要接触到他。好的，马上去准备。总经理，你的饭到了。请用饭吧。等着吧。总经理，这是您要的文件。放那吧，明天开始你不用来上班。他到底是真傻还是假傻？等一下，八成又是一个用钱不择手段的女人。这家伙的阴险程度比我想象的还糟。姐姐，我会让他连本带利还回来。如果你能经受这次考验，我可以再留你一点面子。喜欢不按套路出牌的女人啊，简单。工作上我认可您的能力，但生活上我可不是你这种顽固子弟玩耍的对象。哼，我的腰啊，这个疯女人。上班啦！哦，对了，今天也别忘记微笑哦。